妹多大啦？4岁。好，打开吧。我们看一下，有这么多你的礼物。我们家一打开这个。睡美人的一个拼图的一个迷宫，睡美人的迷宫有恐龙，还有城堡，还有睡美人。再看恐龙，还有他的王子，谁先到城堡，是一个游戏。今天我们家打开这个，我每天都放麦克风讲的，麦克风讲的。这个是什么？看一下。哦 ，Pony Cutie Mark Cool， 是里面有什么呢？我这里有 Pony， 有这个。啊，这么快就把它扔到一边了？这是一个什么？老鼠？还是什么？狼。哦，是个狼。可以打开这个。嗯，好，这个呢，看看是什么。存钱罐吧，金珠。对的。哦，小心小心，不要打碎了。哦，金珠。这个是什么玩具啊 ？Puppet。啊，木偶，手持的木偶。然后里面的盒子呢？是 Hungry Fox 青蛙吃豆，啊，是一个游戏，有青蛙，然后呢，还有这些外面是额外给你们的这些非常漂亮的小兔子呀，各种动物的玩偶，真棒啊！喜欢的 Hello Kitty， 哇 ！Hello Kitty，Hello，Hello Fox， 是书，这个是 Frozen， 还有这个呢 ，Nemo 的故事都是你们熟悉的故事。是吗？是什么？Hello Kitty Lego， 哇，这个是你们没有的。而且也是 Hello Kitty， 也是 Hello Kitty， 大家都知道你喜欢 Hello Kitty， 对不对，丫丫？所以打开这个是你，所以两个那些是打开这个吧。那个 T 恤 ，T 恤，哦，是裙子。你怎么知道是 Hello Kitty？ 不是，是 Little Twin Star。Little Twin Star。是的，还有你们谁猜的对？还有很，是水杯。是一个水杯。哦，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看一下，让我们。还没有这种 Little Pony， 虽然你们有好多好多 Little Pony， 我们可以打开，哦，还有一个发光的还没有，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还有一本书，这是什么？妈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漂亮，喜欢这个颜色。你最喜欢的？还有你也可以 carry， 是像你的 treasure chest， 你可以放你的东西。嗯，我知道这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呀？
Smeagol pencils， 然后这个呢？一个小狗。哦，是一个毛巾，小狗毛巾。现在我们就打开这个，很可爱。Nail polish。啊，我看，指甲油，小朋友可以用的指甲油吗？是的，小朋友可以用。还有 box， 还有也是 Disney box。哦，有书有铅笔。这些是 Disney box， 然后不是 Disney box， it is Disney notebook。Disney notebook， Daddy look， you have lots of Disney notebooks。不是 Rapunzel， 一个不是 Rapunzel。丫丫，你有一个？你又打开这么多书，还有另外一个，还有 Little Tristan 的书。妈妈，这个是丫丫的 notebook。Daddy， do you like your notebook？ 啊， Little Tristan 的笔盒。还有这个是一个 notebook 给你，你可以画。还有这个也是。可以写字。所以这个做完的，你可以做这个。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铅笔。是一个 little pony， little pony， 它有什么头发？很多头发，你可以给它。好，再见。说谢谢大家，哇，你看你们多幸福，收到了这么多礼物，很多好朋友送给你们的礼物。好，再次祝妹妹丫丫生日快乐。